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麥榮軒，我是易晴，我是余祖成。又到了和你守護星聯盟的時間，這個聯盟有四位守護精靈，每一隻精靈都有一種技能，想成為彼此的守護者就要留心聽著啦。昨天就介紹了眼仔，今天就等我為大家介紹第二的守護精靈耳仔啦。他的技能是聆聽，情緒聽到的人其實都很渴望有人去願意聆聽他的感受，而在聽數的過程中都可以排他到一手的。沒錯啊，聆聽不單止是聽到資料，更要聽出人家的內心的情緒和需要，所以聆聽的時候要表現關心和專注，亦要適當地鼓勵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。還有啊，想聽出言語背後的情緒，就先不要提出對與錯的批判。如果發現話題太沉重，自己未有能力處理到，那就要鼓勵對方去找老師、社工幫忙啦。好，今天就來到這裡啦。想成為彼此的同理守護星，大家要記住，第一步眼仔碌碌，第二步耳仔喐喐，第三步聽日就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